佛说法不怕成佛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是凡夫，很健忘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家凡夫一生成佛的法门传授给我们，我们是凡夫，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呢？那就得看你的善根福德了。语言具足了，告诉你了。善根是什么？真信，真明白了。福德是什么？真干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智慧自心里本有的智慧无量无边的，今天一点都透不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佛说我们有三重障碍把它障住了。第一重，无明烦恼。第二重，尘沙烦恼。第三重，见思烦恼。这三重障碍呀，障碍住自信的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，全都透不出来。诸佛如来的教学，其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众生真的觉悟了，把这三种障碍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你的智慧、德相、神通、道力跟他无二无别。他能说无量无边，十二部经你也能说，你不比他差一毫分呢。问题是他的障碍除掉了，我们的障碍存在。只要自己肯放下，放下就是。凡夫成佛，不但在理论上讲，一念之间，事实真相还是一念之间。世尊早年在菩提树下跟我们做的实验，他如定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。在中国，唐朝的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任和尚的方丈室听到任和尚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放下了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他回归自信了，见心成佛。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时候，24岁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时候，30岁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放下就是。你为什么不肯放下？为什么还斤斤计较？理上、事上是一不是二啊。可是一般人说真难呢，我也说难呢。我初学佛的时候
老师张家大师也讲难呐、啊，不能不承认难的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迷的时间太长了。啊，久远界到今天，迷的时间太长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严重。虽然今天晓得，还是回不过头来。所以，如来有方便法门呐、啊。这个方便法门，就是要我们把念头转成阿弥陀佛。这个容易啊！啊，转变阿弥陀佛，我们纵然在这一生当中不能开悟，如果是念到理业心不乱，就开悟了。啊，跟释迦如来、跟六祖大师同样境界，那上上根人啊，我们不是上上根人也做不到，那就老实念佛啊。老实念佛呢，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功啊。如果是真干的话，那许许多多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榜样不超过三年，那我们相信我们三年肯定能做到啊。黄忠昌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哪有这种道理？捷径呢、啊？啊，要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去念个博士学位，要念二十几年的。啊，凡夫成佛了三年的，这不是假的呀，是真的呀。啊，身上得什么一点小毛病，你真念佛的话，一个星期准好了。为什么？心态转好了吗？啊，疾病是什么？疾病是烦恼引起来的。贪嗔痴慢疑，五毒啊！病根呐、啊，怨恨、恼怒、烦，五种病的源。你看，里面有病因，再加上这五种源，你的正常细胞就变成了病毒的细胞，你就得病了啊，你就有痛苦了。你那个念头转过来啊，怨恨恼怒烦放下了，吃再大的亏也不怨恨人了，啊，也不发脾气了，保持着心平气和，里面贪嗔痴慢放下，你的病不必治就好了。啊，你看医生，医生给你治疗是很容易，很快就好。啊，所以这个病的好啊，七分是心态，三分是医药。医药三分不要，心态好也能好。是这么个道理啊，这里都没有神秘啊，啊，这是给你讲生理，给你讲心理，心理影响生理，是心理健康，生理一定健康，心理不健康，要想身体健康是非常困难啊，怎么运动都没用啊，这运动滋补都达不到效果。这佛法给我们讲道理啊，啊，这是
智慧跟知识是两把事，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啊，我们用第六意识去学，学到的是知识。啊，我们放下分别执着，也就是执着是第七识，分别是第六识。我们不用第六第识，啊，第六第七，智慧就能现前。啊，智慧现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学佛学开智慧呀，学开智慧一定要持戒呀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诸佛如来祖师大德那么样重视戒律？因为你没有戒律，你就什么都完了。啊，你在佛法搞一辈子，也是搞些佛学知识，你开不了智慧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是以实相之佛，圆觉之性，虽然众生本具，但因妄心念念生灭而不能观。这话讲的很清楚了啊，你没有办法观了啊，观立心一时叫做观啊，佛家讲观照啊，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你才能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有妄心，这个妄心是通通指的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这都是念念生灭的。啊，无时无明烦恼也是念念生灭的。故观佛三昧经，佛告父王：诸佛本德真如实相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，故劝父王念佛也。我们在前面念过，这里又重复。啊，佛说法不怕重复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是凡夫，很健忘。前面听过了，忘掉了，啊，所以世尊时时提起，啊，希望我们不要忘掉，啊，那么第二个意思，佛讲经教学，听众不是固定的，啊，老同学在前面听过，今天新来的前面没听过。这是平等的慈悲心啊，方方面面呢都照顾到。由此可见，念佛法门于诸法中啊称为经路，而四众念佛中持名念佛呢，更为方便就近的，故称为经中之经。这经路啊，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。啊，佛把这个法门告诉我们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将凡夫一生成佛的法门传授给我们。我们是凡夫，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呢？那就得看你的善根福德了。啊，缘具足了，告诉你了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真性，真明白了。福德是什么？真干。啊，听完之后就真干了，你有福啊，你这一生成佛了，事出世间的福报
还有比成佛更大的吗？成佛到了究竟了，到了顶点了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能遇到，能不感恩吗？用什么报恩？认真修行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决定往生，报了佛恩。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往生呢，我们就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了，那就错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